你在干嘛？放风筝啊？那是什么风筝呢？购物袋的嘞。啊，姐姐你在干嘛？吃东西。野餐呀。飞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吃完就好了，吃不完。跟我说什么？我是台湾国旗哦。你是台湾国旗。升旗典礼开始，升旗肃立。还没升旗哦，升旗升旗，快点升旗肃立。升旗典礼。